我跟你讲哈，这个叫移风。移风。哎。要先这样子吗？哦、是啊，弹一弹比较不痛。哦，因为。哎。弹一弹，好。这个从这里下去，啊，下去，啊，这样下去哈。要扎几寸？一寸半。这么深呢、哦？嗯，下去了。感觉如何？酸。而且有点胀，再下一个穴道是这个叫天宫天会耳门吧，啊，耳门天宫天会，天宫天会耳门，三个穴道，这我扎两，我都扎两个，弹一弹比较不痛。啊啊，下去。哦，往上。嗯。这个也一寸哦。一寸。这个也可以扎一寸半。一寸半。嗯。通常这几个穴道都是在治耳鸣。来，耳鸣、耳聋。我最近治了一个不是耳聋的吗？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她不过她这个病啊，她说有一点小，不好治啊，因为。他这个病二十年了。哦，这么久了。等于是你再扎一个腕骨。对啊，扎个腕骨。那这个耳鸣我觉得很难治了。不好治。那配上中药也是不好治嘛，是吧？对，有效了，有时候。效果不是很明显哦，跟其他的病比较。有效。嗯，对的。这样讲，有效的时候马上有效，但是有效率不高。这个是什么穴道呢？叫腕骨。腕骨，这是很多人不会扎的。嗯、哦，那这个扎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？没有什么特别，你找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骨头啊，这弯骨啊，哎，下来这个0.5分呢、啊，差不多0.5寸呢、啊，差不多就是了。然后啊，再可以扎这个脚孙，脚孙这样从这个。耳尖上，这样下去啊、嗯，这样，胀不胀？哎、嗯，酸，然后还要扎一个中度，中足，来，在这里，同侧，哎，同侧，耳鸣的同耳朵问题的同侧，哎、嗯，好了，好，这样好了，你转过来往上，哎、嗯。他呢、哦、还有很严重的飞蚊症。他你啊？对、嗯，他好多蚊子在飞，每天。哪个眼睛啊？两只都有。这样子啊？飞蚊症，多久了？很久了，20岁的时候就有了。这样子啊？嗯，不，那就20几年了。不能讲。不过扎一次。知道啊，才谁。要扎什么穴呢？飞蚊症啊，这些就是这些穴道。好，我们来扎、你回去自己扎。这个鱼尾啊，嗯，啊，这里阳背啊，攒竹啊，嗯，啊，这里都可以扎，但是现在扎这个睛明啊，我现在不大给人家扎，这有时候弄不巧会扎的一个轻的。嗯。一个轻，你要扎吗？你要扎，我得帮你扎。不用扎了，不要扎了。啊？因为我们也不鼓励那个中医，啊、我们也不鼓励中医师扎。在那边我们也不太扎。对会引起医疗纠纷的，我们尽量避。对。哦，避开那就不要扎了。美国也不。哦，不要扎，暂时不要扎了。有扎跟没有扎，效果会差多少呢？哎，那个很难。那个很难很难，很难这个，很难说，佛家讲很难说。可以示范给我们扎一下风池吗？怎么风池啊？对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眼睛先扎完再来扎那个。风池很简单，风池很简单。风池你要坐着。可以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你知道这个最凹陷的地方，就是风池啊，凹陷的地方。
这个凹最凹陷的地方就是风池啊，这里啊，啊，这里啊，你看，嗯，它是直刺。啊，对，直刺，不是往下刺。对，针尖朝针尖朝着。你还要再用风府。风池风府有时候对配在一起的。我都叫它三风，这个叫三风。三风穴啊。好了哈，谢谢。好，嗯，有不舒服就讲哈。非常舒服，看起来很舒服，要不要睡着了？天都啊，你摸摸这个最凹陷的地方，这就是哈，在这里哈，那你从这里要先消毒一下。消毒下，然后呢，然后直的扎下去，直的扎，你看，我现在给你捻针，你觉得酸了你就告诉我哈，觉得酸了就给我，酸了没有？酸了没有？浓、no. 啊？没有，酸了就讲哈，像酸了，酸了就给它提起，提起来，然后啊，45度的角度，这样下去，这样，就是留针在这里。留多久呢？留针。这差不多，我都留20分钟。20分钟。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你这种药如果用快针也可以啊。我现在给它扎丰隆。我的针呢？来。这里是足三里，这里是丘墟，向上哈、这里是脚骨，这个最胖的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，差不多。从这个胫骨啊，这个叫胫骨、外开，看他这个腿啊是粗啊是细啊来决定啊。这个他这个腿啊腿肚子比较粗，我觉得外开一横指半差不多，从这里下去。这就是还有丰隆要是两个穴道，再扎一针，来。就这样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不要动哈，不要动啊，有不舒服就讲哈。那等于是请问了，扎了丰隆会不会有这种咳嗽的感觉出来？痒痒的、会痒啊，会咳嗽，会咳嗽。所以痰多的人就很可能咳嗽，是不是？痰多的人会咳嗽吗？对，会想咳嗽，也不一定，有的是试痰，看是哪一种咳嗽。好，换我。我现在压哈。好，腰痛弯不下去。是不是这里啊？这里也有，再下去都有。这里有没有？一点点。这里一点点。中间也有。中间也有没有？有。恐怕现在我也只能给你拿一个什么，拿个棉花给我，我给它消毒一下。这个要要45度的角度下去，这样向外。向外。这里有没有？有。
这里有没有？有。这里有没有？也有。吗？震感很强，有。有啊。一点点，刚刚那个比较强，比较。什么感觉？震感很强。这里啊。这里也有，反正就一片就对了，弯不下去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直扎，这里可以直的下去。这有哈、啊？也有。啊？有。斜刺向外45度。对。好了，这边好了，扎腿。好。扎腿。